棒棒糖。需要的材料有卡纸一张、超新粘土和高光笔。首先，我们选择三个颜色的超新粘土，把它搓成小长条，然后把它们按压在一起，成一个彩色的圆柱后，把它扭扭扭，扭成这样的麻花状，再把它们这样卷在一起。一个彩色的棒棒糖做好了，就可以贴在纸上了。然后再选择一个颜色做它的棒棒糖棍，然后拿出红色超新粘土，先搓成小球，做蝴蝶结中间的部分，然后再分出两个同等大小的圆球，做它两边的部分。按照相同的方法，可以做4到5个棒棒糖贴在卡纸上面，并用高光笔画出装饰，可以画蜗牛线、小圆圈、糖果等都可以哦。装饰可以画得更加丰富一些。所有的装饰都画好了，看起来超级美味的棒棒糖就做好了。